珍馐和小姐闲谈心，听说哥哥病酒，我俩背了夫人到西厢问候。他说夫人恩当重，叫我惜别扭。他把门儿关了，我只好走。他们心意两相同，夫人你能罢休便罢休，又何必苦追究。一不该言而无信把婚姻来，再不该女大不嫁留在深闺。